我感觉吧，我师父是本色出演，经常说我傻。我是一半。在这里吧，也希望我师父的话不要生气啊。土超嘛，必须得扎点心。这个时间吧，我再说一说我们的神脉。特别的感谢这个 YY 给予我们成名的机会，也给予我们在台上的机会。如果没有这个 YY 的话，我想神脉还在医院里照顾着病人。以上是我们最佳的嘉宾，今天我们的主咖会是谁呢？是一位来自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女团成员，她的粉丝基本为零，她的歌声简直就是要命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威神二。我们30多个人有20多个真爱粉，老板压根不看我们，还在视频里面看我们，但是他不喜欢看真实的我们。我是这几次出来的，我跟老板说，我说我一定得去了，我这一年都没接什么正经通告，最后都年底了还不让我去，我好苦啊。我们老板特别的厉害。好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主咖女团成员马建月。我不是马建月。欢迎马建月。谢谢佛哥。那你还要说我吗？不说我就做了。你上这不能搁这说，这穿的是花里胡哨的。你知道今天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对吧，所以要穿的隆重一点儿。一上来就我说吗？对，你看一下本儿，是我说是吗？那我就说了。对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建月，也是我们 YY 旗下唯一一个女团1931的前成员，也是今年唯一一个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年初那个奇葩大会上吐槽我们学龄总的无敌美少女。好，然后今天其实就是我们年度盛典一个很正式的场合了，也是年终了，大家有啥就说啥，各位主播看见我要吐槽啥，也都不用觉得我是小女孩就不说啊，我们都有啥说啥。首先我就来说一下 QG1， 我之前